咋的了？看一眼，看一眼，这些衣服我都不要了啊！你看你哪个能穿，赶紧拿去穿啊！来，这个，对，哎呀，这色儿不好看，可以撇了。这是这个看见了吗？吊牌还没摘呢。不行，这可以啊。二米啊，这我塞不进去呀、啊，这个。使劲塞呗。哎呀，我说二米粒啊，这好衣服就扔呗，多白瞎呀！我看我能穿不？妈，你当脖套还差不多。哎呀，二米粒啊，不是妈说你呀、啊，你说你这孩子前两天买了几套衣服，这立马就喜新厌旧了。对啊，我不稀罕，不稀罕就扔啊？是钱那么容易挣吗？啊，你攒俩钱行不？留着挣用行不？行啊，你有俩钱你就嘚瑟，你真是你让我生气，你知道不？你说这么好衣服说扔就扔啊，这呀，啊，谁家过日子都有啥呀？是啊，妈。哎呀，你听我，你妈我年轻时候啊，那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呢，那是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害三年。老大穿完老二穿，老二穿完老三穿，老三穿完老大穿，老大穿完停，怎么又穿回去了呢？不，妈不那个改一个超短裙吗？对呀，我给你大姐改个超短裙，那还穿好几年呢。对啊，你说挣钱容易吗？这钱是大风刮来的。是是是啊，你就听妈话吧，这么好衣服能将就穿、哎、就穿吧。哎呀妈，行了，我的天呀，咋的了？我实在太磨叽了，你。哎呀我那个老大老三，你俩顶上，我歇会儿。不是，我二米粒，你跟妈来这套是吧？你跟妈来这套对吧？小米粒。别像没事人似的，给我过来。不，我说你这大学毕业了也不好好找个工作啊，成天晃晃的像个眼前花似的，你干啥玩意儿？你啊，我这不准备考研呢吗？啥玩意儿？你考研呐？啊，哎呦我妈，就他还考研，我看你是研究头发整啥色儿，再整个什么脸儿啊，买件什么样的衣服再露肚脐眼儿吧，啊？你说你，好，这挺大的丫头，你说你让我生气不？啊，生气不？妈，人家那叫时尚，懂啥呀？啥时尚啊？啊，你瞅那衣服大窟窿小眼的，不开线都整开线了，扯稀巴烂，穿身上还脚挺好看，你说这玩意儿？好看你自己看吧，瞅瞅袜子还整的钉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也不怕扎着谁，你瞅你那鞋，别给我俩臭美了。干啥呀，给他扔这玩意儿干啥呀？啊，我说小米粒，我看你吃一个啊，昨天买那大一包小食品，吃就剩这几袋了啊，让你吃点饭吧，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，挑肥拣瘦啊，吃这玩意儿啊，一个顶十个，这啥好玩意儿啊？啊，不是色素就是添加剂，能对身体有好处吗？你给我站起来，瞅你瘦的那样都改上相片了，一出门大风嗖下来给你刮天上去了，当风筝放了。飞了飞了，妈，别妈，妈来，看破草帽子晒脸，还是我好吧？嗯，我长得跟小秤砣似的，底盘又低，我要上天直升飞机得拽着。妈妈呢？你信不信我能把直升飞机拖冒烟了？大姐啊，咱妈刚歇口气，你还给起头啊？妈，你看起头咋的？哎，小米粒，你说这话是不愿意听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愿意听我也得说，不愿意听我还得说，哎，我就是说，我爱听。瞅你那表情，那是爱听啊。妈妈，我有一条新的消息。看着没，看着没，低头族手机控。你说现在的孩子，成天这手就离不开手机了，这睡觉拿着手机，走道拿着手机，上厕所拿着手机，吃饭拿着手机，坐车拿着手机。那天我说，哎，给妈换双鞋垫，这家好。把手机塞鞋里了，自己拿鞋垫走了。妈，妈呀，我求求你了，能不能别磨叨我了？你也跟你二姐说了吧，你也塞耳朵是吧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帮孩子气，还我大姑娘好，告诉你，从来呀不顶嘴呀。啊，最近又停水了，不是？没停，不是？妈夸你呢，啊？
妈夸你好呗。啊，刚才跟谁跑了？不是，你这孩子咋的还学会打岔了呢？接电话呀，我接去吗？我接啊，你回来。咋的？今儿咋的不对劲呢？你这孩子，这啥？这出点啥毛病了呢？我说老大呀，你耳朵也塞纸团是不是？是不是跟他们学的呀？不是他，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你们都嫌我唠叨是不是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唠叨了，我封嘴。哎，妈妈妈妈妈，走了。请报警车了。哎呀，顿时感觉我的世界安静了，让我享受一会儿。哎，一爪。此时我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。爱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呀啦嘿嗦，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呀啦嘿嗦。唱有条，你说我自个儿搁家连说话音都没有，闷死我了。老爸，哎，宝宝，王叔，我爸不在家。嗯，不在家啊？我找恁妈。嗯，老米呀、啊，老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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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妈，那怎么了？还铁了凤飘了我呀？怎么回事？哎妈，怎么了？嘴中风了？啊！你不用比划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你叨叨叨叨，他们不爱听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老米呀、啊，我，你歇会儿，我说他们行不行？你歇会儿，你歇会儿，你。哎呀，我学你们几个孩子，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哎呀，王叔，你看我妈好不容易封嘴了，你就过来了，是不是王小谦在家不听你叨呢？你上我家找感觉来了？这个感觉你们还真得找一找。我跟你说，你王叔啊，也是好多年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。
哎，你俩感没感觉这屋咋这么安静呢？你俩整点动静出来呗，要不怎么瘆得唠的呢？是啊，这么会儿没听妈唠叨，好像少点啥似的呢。妈，您在屋里干啥呢？出来呀，多没意思啊！就是啊，妈妈，你出来跟我们唠会儿嗑呗。哎，妈，你出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妈妈妈妈，你说会儿话。来来来来来，把口罩摘了，来唠唠会儿，来说说。你俩都放开我的妈妈！干什么呀？老让我妈说什么话呀？我妈肚子里都没有东西了，还说啥呀？是吧，妈妈？说咋的？你有话你说呀！来来，这肚子里有说。妈，你说。妈，就不说，你们别忽悠我。哎呀妈，没忽悠你，妈，我们可爱听你说了。妈，你就说呗啊。说呗。妈妈，你吃根香蕉消消气儿。来，行了，别打一巴掌，给个香蕉吃了。哎呀，妈妈妈妈妈妈。妈，别听他的，你听你二闺女，你二闺女前两天哈就去逛街去了，看到那商场里边有好多卖老年人的服装，可漂亮可漂亮了，哪天带我漂亮的妈妈去选两件吧。别虚头巴脑的，妈，破茶壶嘴儿好。哎，就妈，妈呀，这你做的那个鱼香肉丝，我给他俩做了，他俩说咋就不是妈做那个味儿呢？哎，妈。你就教教我呗，阿妈。行了，别来这套了，我早都看透你们几个了，不就嫌我唠叨吗？你妈我是河里冒泡多余，外国人撇标枪，我发扬艳。你们妈，你走了。妈，你就说吧，我们再也不堵耳朵了，阿妈。对，妈，就你刚才这一会儿没唠叨，我们都觉得浑身特别不得劲儿。啊，想开了。啊，看。我唠叨你们几个，你们不愿意，不领情，不道谢。我是吃大酱喝酱油，我闲的。哎呀妈！妈，王叔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有人唠叨是幸福。妈妈，你就给我们点幸福吧。妈，你就给我们点幸福吧。妈，行了，都嫌我唠叨。你们大伙儿说，我唠叨吗？唠唠，哎呀，孩子们呐，这老人唠叨你们几句呀，你们可别躲，也别藏，千万也别生气，那样老人最伤心了。当妈的唠叨你们几句，都是给你们幸福啊！啊啊啊！都不知道好赖你，妈，哎、妈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妈真生气了，急眼了急眼了。对，不能够，我敢打赌不超仨数指定回来。一二，你们不让我唠叨，我就不唠叨了。